必须要啊，实实在在的去修一下，必须要啊，自己会用功，才能有大的感应。所谓心真在事实，你心里真了，事实啊，就现出来。他们自己晓得，在他们拜那个地方，天空里边有啊，是晴天；在他周围那个地方呢，就都是下雨。不是一天碰上了，两天碰上了。那么很多时候都是这样。尤其在他们一早起开始拜了不下雨，中午吃饭的时候又下雨，吃完饭开始拜又不下雨，晚间呢他们拜完了又下雨。你说啊，这要不是佛菩萨天龙八部来呀护持他们，怎么会能有这样的感应？他们需要手套，就有人给送来手套，这也是感应。需要啊，这个雨衣，就在路上啊，现出来这个雨衣，这也可以说是由他们妄想，打妄想打来，因为他预先要想，需要手套，需要雨衣，你就把它。虽然这个是妄想打来的，但是都是有一点感应道交的这种情形现出，这种警戒现出。所以我们修道的人呢，要自己修行，不要依赖人。好像我们这打禅期呀，我们是打禅期，不是打师父期。不是说天天啊，师父在这儿啊，我就用功；师父一走了啊，我就啊懒惰下来。不是这样，我们在这个打气的期间，时时刻刻提起来呀，我们的话头要去参禅啊，要去用功，不要依赖着师父。我们是打禅气，不是打师父气。那么你要依赖着师父，依赖佛不更好吗？这个不是打佛起啊，不是念阿弥陀佛，是我们是念佛的是谁啊？念佛是谁？这是要参是哪一个啊？说是我念佛，我死了又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这个我用一把火把它烧了变成灰了，那我又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说我没有了。如果我没有了，那根本就不是一个我，因为它没有了吗？没有就是活着，也不需要修行，因为你死了就没有了嘛。那怎么样呢？就参这个本来的面目，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样的啊？念佛的是哪一个？你用这个功啊，这还是叫以毒攻毒的办法啊。就是念佛是谁，这个也是一个念，但是以这个一个念而制止一切念，用这一个念呢，把一切的妄想呢就停止了它。那么你至少几点呢，就会开悟了。开悟又叫个什么开悟呢？开悟就真真实实的认识自己是怎么回事了啊，正得呀这个空理上了，知道啊这一切是虚妄的，真知道了，不是就这么想这么说，真明白呀这自己啊这个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这个境界明心见性，
明心那些无难事，见性不知愁啊，明心呢什么事也不难了啊，也就是让阿弗心 OK 了啊，见性不知愁，见性的人呢他不知道忧愁啊，自古神仙无别法，广生欢喜不生愁啊，这就是修行的功夫啊，无论遇到什么的境界也不被境界所摇动的，所谓泰山崩前而不惊，泰山崩于前呢也不惊了，也不怕了，泰山倒了那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，犹如天塌地陷一样啊啊，但是不惊，不惊恐。为什么不惊恐呢？就是这个定力啊够了，够定力。美女当前而不动，美女啊在前面也不动心啊，这个情啊欲啊这个爱啊都不生出来啊，没有，没有这个啊，这是啊对男人说的。对女人要说呢，就是美男当前而不动，美男子啊好像贪安纵欲，那美貌的再没那么美的也不动心啊，美男当前而不动啊，不是啊啊，这一看见就心马一猿猴了啊，就七上八下不知怎么好了，不是那样。所以啊我们修道听今天晚间这一封信，他们的感应，他们的这种的警戒，咱们都啊应该用它当一个镜子，照一照自己是怎么回事。所以我说重要啊就是在这一点，要啊们回光返照，看看我怎么样啊，看看自己呀、啊、是不是这么样清净，这么样的光明，这么样的这个有智慧啊，这么样的不打妄想啊。所以啊你各位听经闻法，就是要自己呀、啊、自性自悟，自身自度，不要敬以赖的师父。我常对你们讲，你们不要相信我，要相信你们自己真正的智慧啊，不要相信你们自己的愚痴，要相信你们自己本有的智慧啊，这是啊非常重要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档期啊，我有很多的旁的事情要做的，你们不要敬以赖这个师父，要啊自性自度啊，迷失失度，悟持自度，你们现在参禅呢都应该开悟啊。所以今年的佛期呀、啊、我早就观察过啊，有好几个人会开悟，你们不要错过机会啊。我今天头前不说有人开悟了吗？那是啊这个旁人的事情，你们自己要照顾自己的话头，自己开悟才算。早晚有没有人在佛前打跪？有的。那么旁人是不是跟着一起拜？有。大家一起拜。那本来呢拜佛这个大皈依是一个人代表，早晚大皈依一个人代表，代表叩头经，不需要大家一起叩头经。那么过堂也不念功啊，为的什么呢？就为的给大家专一来用功，不打闲岔。那么俺们佛都不拜，供都不念，俺们不要把这个时间又拿出来去讲讲话呀，冲冲壳子啊，开一个小会儿啊，来散散舞舞啊，讲点是是非非呀、啊，什么又当家长啊，离家短呐、啊，三只蛤蟆就有七个眼呢 啊。不要净讲这个，所以啊一定要老老实实用功的，
叫什么？你听说三只蛤蟆七个眼不对吗？嗯。嗯，所以呀、啊，以后我到万佛城来呀、啊，就是一天讲三次，早起8:30，10:30，下午12:30到2:30，晚间7:30到9:00，讲三次。啊，我也可以说多一点话，说多一点没有用的话。是不是一个好办法？本来我想啊，早去8:30，讲到12:30，当时又一想，那没有时间吃饭，这是不行。不讲经可以，不吃饭不可以。你们信不信这个法门？你要不信，我们大家就都不要吃饭，试一试。Try that。谁也不敢出声，说不信。不说不信的。我早就知道，不是现在我才知道，因为一切众生呢，以饮食为天，要不吃饭就没有天了。